雪兰莪经历大水灾后，除了有慈济志工前往灾区协助灾民清扫家园，慈济仁会医师也加入支援行列，走入灾民的住家，免费为他们看诊。其实大部分他们都是一些比较小的疼痛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小的伤口这样子的，我们就能的话就给他们及时的处理哦。很多是我们给他一些比较普通的药物啊。除了身体上他们的病痛我们可以帮助到，我们也是希望说用聆听的方式啊，给他们一个心灵的抚慰哦，就是你们不孤单啊，我们一直有在哦。除了义诊，也有仁会医师协同孩子一起参与清洗水灾灾民住家的工作。这一代真是活得太好命了，他们可能没有见过那些很惨的东西啊。那我有带孩子来学习这个学校没有教的东西啊，我们真是要进入人群才可以学到的。大自然的威力真的很大咯，不要小看它，反而要去爱护它，这样要多造福咯。仁会医师的出现，除了治愈水灾灾民的病痛，也抚慰他们心灵上的创伤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采访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